100年前的吉贝语，没有污染，没有猜拳，没有 KTV， 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轰烈的爱情。传说中有一对男女，彼此深爱着对方，男的在海上打鱼，女的在岸上织网。有一天，男的在海上干活的时候，风暴把渔船打沉了，女的在岸上看见，大声地叫着不，就往海里跑去。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这对年轻人。有人说吉贝屿的海豚就是这对年轻人变的，因为吉贝屿的海豚是最多情的，他们找到对象以后永远都不会分开。还有，世界上也只有吉贝屿的海豚会发出“不”的声音。故事好不好听啊？咦，你们好难伺候哦！你明明讲的是一个恐怖的鬼故事嘛。哎呦，你不要理那么多好不好？哎，来，快点来吃块西瓜嘛，很甜的。不吃了啦。拜托你不要每天不挂在嘴巴嘛，讲句好都可以吧。是你们把我的名字取成叫阿布的哦。哎，立马帮忙，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跟女儿讲话不要多讲国语，也要讲一些台湾话嘛，你看。现在国语讲不准，台湾话也不会讲，出气会笑死人啊。哎，拜托，你的台语讲得那么好，你去教他呀，我懒得跟你讲啊，我去跟刘宇讲。哎，你是要说什么？最后一句说什么了？你哪部的贡献啊？哎，我问你在说什么嘛？你哪部贡献？就没有了，怎么还不讲？景气不太好嘛，今天的舞蹈差不多了。我啥话？我请客。阿布啊，啤酒半打算爸爸的啦，赶快半打算爸爸的。我讨厌了，每天来白吃白喝。待会你拿啤酒出去的时候，给他多加一点水。啊，又加水啊，不太好了。阿布啊，酒快点来啦。哎，阿布，这次没有加水吧？绝对没有，没有啊，就好了。来来来，一人一瓶。来来来来来，喝了。来，干！傻丫头啊，你要害死别人，也不要连爸爸一起害死嘛。有 KTV 的唱 KTV， 没 KTV 的就看电视，没电视的就听隔壁吵架。所以嘛，现在的吉贝屿连海龟都不下蛋了，何况是爱情。这是我在杂志上面新学的，是最新流行的哦，真的。来了，阿布。
我有东西要给你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捕了一辈子的鱼哦，这个是我见过最有机会有珍珠的生蚝。哎，哎，那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花了多少钱啊？3000多块。谢谢。还有这个啊，这是我朋友在台北开的，他说如果我们去的话可以打折，所以我想说，你想娶我啊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，对了，我想娶你。你拿那么大这么大的生蚝来，就想跟我求婚啊？这个生蚝不是那个，我的意思是说这个。对了，我想求婚。好。啊？让我考虑看看。哦。这个龙也真行，这么大一只蚝都给他找得到。他今天向我求婚。是吗？那你喜不喜欢他？我觉得他人不错啊，勤快啊。我问你的是喜不喜欢他，那么我以为五个字就解决了，我喜欢他，我不喜欢他，啊？妈，你为什么会从香港那么远嫁过来给老爸？哎，你老爸以前很英俊的呢，而且他煮的东西好好吃哦。你煮的东西也不错啊。哎，那不同的啦，有你喜欢的人煮东西给你吃啊，特别好味道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？喜欢一个人呢，你会很想看到那个人，看到他的时候啊，你会好开心，看不到他的时候啊，好像掉了一块肉似的，连他睡着的时候啊，你都会牢牢地看着他。当你有这感觉的时候，那你一定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个人的，对，没错。香港有什么东西好吃的？香港啊，辣味饭了，味道不错呀。辣味饭。你对龙一没有感觉吧？妈只是生你出来的，命呢是你自己的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吧。阿布乖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哦。龙一向我求婚了。你笑什么啦？我听过一个故事哦，说所有的人呢，本来都应该是一对一对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，大家就分开了。所以大家就不断地寻找，一直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。阿布，阿布，阿布，你去哪里啦？阿布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香港 Albert， 好浪漫哦。
네가 와 웬 무훈 탕 담고 젠순 리비숑의 시순 인과 희비 심순 탕과 홍호 링승승 지우셔보 외광군 你们是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啊？我看你们帮我选好了。是你们要我选的哦。来，快点无所谓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会告诉我香港的那些店的那个住址在哪里。啊，我给你们去哪啊？哎，我带你去买啊。去是吧？去是吧？去是吧？你好像认识那个有老板的老板啊。啊，真是一群善吧。你说什么？四眼田鸡。我又没有在说你，你凶什么？说别人也不行。小姐啊，第一次坐飞机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香港机场很大哎，很容易走迷路哎。这样好了，我带你去玩。你跟着我绝对没有错，所有的爸爸我都很熟，我划拳从来没有输过。跟着我，绝对很威风的，好吗？哇，这干什么啦？怎么这么像？原来小弟不懂事。哎，秀家没有人哎。嗯。嗯。下落不明。